那我们土库镇哦，已经做好了全方位的准备哈。那我们已经把所有的除了公所的员工、里长、里办公处，还有社区以外，我们配合各个学校单位，还有结合社区哈，还有这个商圈哦，也一起导入。那预计我们未来除了打造一个健康城市以外，也配合商圈可以来一起共同活化这个经济的这个市场。 台湾的不健康余命高达89年，那么平均要花600万，所以县长一直在讲说，我们即使是要提高我们的寿命，但是提高的是健康的寿命，所以未来参加这个健康活动参与平台，我们也会关注这个指标，就是云林县民的健康余命是不是逐渐的提升，这是台湾第一个，可能也是世界第一个，我们在这边做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实验。 我们呢，集合了所有的这些资源哈，我们成立了云林县的健康活动的参与平台。那这个平台呢，不只是有很多的健康的资讯哈，还有参与活动的这些课程，或是我们在哪里举办活动哈，通通从这个平台里面就可以了解。那我们也透过这个平台来鼓励大家哈，都能够参与。 所以一边也鼓励大家走出来参与我们的活动，那增加这个健康的这个资讯的了解，那甚至最重要是要做好这个健康检查，因为呢我们都知道预防胜于治疗，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可以早期恢复健康。